你早就走吧，收走房间里的东西做什么呢？连度我私人的机会都不给吗？如果我睡不着你会很好受吗？好吧，他早就走吧，未知道何时人选不很好找。如果你认为这几年是开玩笑，不值得在朋友面前尽情乐道。可你的香味香水香味想得起的所有关于你的一切，都在不断刺激我告诉我